羽球，球后戴资颖气场高，何冰娇终不觉得自己能赢。21岁中国女将何冰娇今天在南京世锦赛三局力退气势正旺的世界球后戴资颖。先前何冰娇苦吞对战六连败，今天终于止败。何冰娇坦言，面对戴资颖，直到最终没觉得自己能赢，就算她19-10领先，自己都不觉得稳赢。何冰娇中断戴资颖31连胜。根据新浪体育报道，被问及赢球感觉，何冰娇没有太多激动，她表示，完成目标，说不上来的奇妙感，没有太多傲气。何冰娇认为，赢球多半是天时地利人和，她也客观表示，戴资颖输球是因为主动失误比之前更多。中国女单金花自2011年世锦赛后，再也没封后，何冰娇与陈雨菲成为地主希望。何冰娇四强将面对西班牙女将马琳，她表示，希望能赢一场是一场。中国女单金花自2011年世锦赛后，再也没封后，何冰娇与陈雨菲成为地主希望。何冰娇四强将面对西班牙女将马琳，她表示，希望能赢一场是一场。